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牛顿球根法。要了解牛顿球根法的意义的话呢，就要从图形上面来解释，会比较清楚。假设这是一个函数 y 等于 f of x， 那么我们要知道它的根就是 f of x 等于0的根，就是跟这个 x 轴啊，这个焦点，这个的点的坐标就是我们这个 f of x 等于0的根。那么我们是要怎么样去算这个根呢？有的时候根是非常难找的。那么牛顿球根法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它要利用微分的切线的方式。假设这个地方啊，这个点它找了一个初始点，假设这个是点叫做 x0 的话，那么我们把它对到上面去，这个的坐标同学应该可以看非常明显，这是 x0，f of x0。 那么牛顿的话呢是怎么想的呢？他是要利用切线的方式的话呢来逼近。那我们把它的切线找出来。好，切线的话呢到这个点，这个点的话呢叫做 x1。 现在我们怎么求 x1 呢？先把这个切线的方程式先列出来。首先我要知道的话呢，这个地方的切线方程式是，来，这个切线的方程式啊，先把它的切线斜率先找出来。切线斜率是 m 是多少 ？f prime x 0，所以根据点斜式 y 减掉 y 0等于 f prime x 乘上刮弧 x 减掉x0。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x1 的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要令 y 等于 0， y 等于0，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 x 就是 x1， 所以 x1 就可以把它写成移过来，所以是 x0 减掉 f prime x0f of x0。 我们由着 x0 开始就会往 x1 这边靠，那么我们再继续做下去，来再把它再找到这个点，往上的话找到点了以后，这个的坐标又是 x1 f of x1， 那么继续再做下去，再做它的切线，这个叫做 x2。 好，这个坐标我们看一下啊，来，我们找出来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递回的公式。后面那个点是等于前面那个点减掉微分，前面那个点的微分分之前面那个点带这个数字进去的函数带进去的这个式子，这就是我们牛顿球根法的公式。那么我们用一个几何的解释，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就会很明显的知道是怎么样得出来的。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利用牛顿球根法来求，一个这个是无理数，它的近似值是多少？六的立方根。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利用牛顿球根法来算比较简单呢？我们的话呢，可以这样想，这个函数叫做什么？这个函数，好，我们假设是 gx 的话，这个函数应该是 x 三次方减六它的根了。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牛顿球根法其实并不是一般来说了，并不是要拿来用算的，它是一种演算法，它要写成一个 scheme 的一个递回的方式，是用利用电脑来算的。那么我们就列一个简单的一个我常用最喜欢用的 maple code 来给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的话呢，如果说是碰到了 maple 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设呢？我们这个的话呢，简单的说，我们就打一个 g 两点等于 x 一横，然后再加上一个大于，它就会变成箭头。
这个地方是 x 的三次方，这边的话呢打 x 三次方减掉六，这边分号。打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要设定一个函数，函数的话呢，这样子，这边的话打一个 enter 以后，它就会出现了这个。这边的话呢，我们写好，我们写 Newton 好了。Newton 的话呢是怎么定义的呢？是 x 对应到哪里？对应到 x 减掉上面是上面的话呢是函数，所以这边是 gx， 然后斜线除以它的微分 dgx。在最后一步就可以算出来了。我们现在要执行的是递回的对递回的一个公式啊。这边的话呢，就直接的话呢打牛顿，这个符号，这个小老鼠的这个符号的话呢，两个小老鼠，它是要我们执行的是递回的工作。这个地方的话呢，指的是看要几就是几，这边是初始点。我们的话呢，假设这个初始点我们用的是二好了，这边的话呢打一个二点零，记得要打二点零。如果不打，你只有打二的话呢，它可能就是直接把它写成分数的形式，因为我想要算近似值。好，我们看一下，假设零的时候，它来，我们看看它的结果。如果 x 零是二的时候，我们这边打零，它就会出来就会二。我打一的时候，这边写一。它就会出现 1.833333。如果我这边的话呢打的是 2, 就会出现这个。我们打 100, 它就会等于说是一直不断的算，算了100次。那各位同学看到我们这边到了第四个跟第五个已经没有再变动了。这边已经准确到了小数点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小数点第九位都已经没有再变动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停止计算了。当然，我们的话呢，我也去算过了，算到一千，数字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牛顿求根法的话呢，它其实这个递回公式，不是用手算。因为手算的话呢，这个地方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我们的计算上来说没那么方便。那原则上把它放成一个电脑的一个递回公式，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算法。